学喽！放学哟！哇 ！Hello， 你们来了吗？可惜。12月1号，点燃圣诞倒数蜡烛啦！下了一整天的雪，来到慕尼黑那么多年，还是头一遭。期待明天的冰雪世界。开门，出去吧。哇！我的天哪！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多雪，这将近有40公分了。Okay, yes. Look at it. Wow. 有看？耶，一只小恐龙。太可爱了，我也要玩。妈妈？对呀。帮我把它拿出来。耶，很多小恐龙。放学了，放学了！哇！一二三 ，Go！ 哇！一二三。我负责堆雪人，小子就负责玩雪吧。在自家阳台就可以玩雪了，不用开车到郊外去，好幸福哦！哇！你看到洞了吗？哇！Man schaffen hier ist der Boden, Mama. Ja. Man schaffen mal hier einen ganz guten Tunnel, der fällt dir runter. Mit dem Kopf. Der muss es schwer. Nicht wahr? Nicht jetzt auf den Bildern im Kopf. Mom.
Weihnachtsmann. Hallo, lieber Nikolaus Schneemann. Ja. Ja. 哎，你帮他拿掉那个 Schneemann 就没有手了。哦。Schneemann braucht kein Sohn. 嗯。Schneemann braucht kein Sohn. 嗯。走了。在阳台玩雪太兴奋了，完全没有想到大门口也是堆着超过40公分的雪，这会儿连门都出不了了。Oh no！ 这真的是全身的锻炼啊，难怪外国成人不太喜欢冬天。哇，你这样厉害呀、啊！我的天哪、啊！加油，加油！老公也在努力的把覆盖着车子的雪给铲开。Hello。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我们出发啦！这样奇幻的雪景真的是 Winter Wonderland。This radio, Daddy, you must have told me. So, I was this to us. 慕尼黑下大雪，出个门都要挖路挖半天，但是这也没有浇熄我们要到纽伦堡圣诞市集的决心。谢谢在高速公路上铲雪撒盐的工人们，让我们一路顺畅，安全抵达纽伦堡圣诞市集。抵达纽伦堡圣诞市集，我们先从儿童圣诞小镇开始逛。小朋友可以在怀旧的游乐场上乘坐旋转木马和摩天轮，或是烘烤饼干，制作圣诞蜡烛，为圣诞老人写一份圣诞愿望清单。当然还有好多的甜点美食。这刚出炉的超大德国碱水面包节看起来好好吃哦。这里还有德式蒸馒头配上香草酱、华夫饼，还有 Quarkbällchen 炸干奶酪球。这里每一个档口的屋顶都有着创意满满的圣诞装饰，而且都会动哦。这是做圣诞蜡烛的档口。这个火车轨道模型的展示窗口真的太吸引小朋友了，里头还有很多圣诞节的元素，很用心哦。纽伦堡姜饼是个拥有600年历史的美味烘焙食品，有着不同大小、各种颜色和形状，待会儿买一个来试试看。一整桶的巧克力之吻，有30多种口味可以选择。里头是扎实的棉花糖哦。逛完了儿童圣诞市集，现在就走向纽伦堡圣诞市集的中心点啦。纽伦堡圣诞市集是世界上最古老，当然也是最著名的圣诞市集之一。在用木头和红白线条布料建造的摊位上，可以找到传统，通常是手工制作的圣诞装饰品，还有手工制作的各种甜点。
有好多档口都有摆卖纽伦堡独特的姜饼，还有怎么可以少了纽伦堡香肠呢？纽伦堡号称玩具之都，每年都有世界最大的玩具展，本地有非常多玩具制造商，这里的玩具摊位自然也比其他的圣诞市集来得多。这个是火前烧酒，是一种传统的德国酒精饮料，将浸泡过朗姆酒的糖面包放在火上，滴入热红酒中。它通常是圣诞节或者是除夕传统的一部分。这酒精浓度还挺高的，待会儿还得开3个小时的车回慕尼黑，老公决定不喝了。有点冷，我们决定到餐厅吃晚餐。开马屁了。我点了焖猪肉配马铃薯饺子，小芝吃纽伦堡小香肠，老公的是烤鸭腿。这焖猪肉没有很多肥肉，太好了，可以和小芝分着吃。这鸭腿肉也蛮嫩的。Choco chili. This is cool. Yeah. 答应小芝买的棉花糖。Was heißt eigentlich die unterschiedliche Farbe? Ja, unterschiedliche Farbe, nein. Aber die schmecken nicht anders, oder wie? Doch.Das sind dann nur noch andere Farben. Glühwein, Weiße, Schokolade, Apfel, Eierlikör, Vollmilch, Orange und Weinmilch. Dann nehme ich ja eine Orange. Zum gleich essen? Ja, genau. Aber schau! Ist hier weich, oder? Zeig mal. Mama, schau mal!老公说就是传统的味道，主要是新鲜。离开前被这小墨鱼给吸引了，就买了一些当明天的午餐。
没有。